啊！哇，云团，云团不见了，云团不见了，跑跑远，不见了，他看不到了。没有，哈杰看到了，哈杰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然后这个位置很尴尬哦。哎呀，哎呀，好痛！哎呦，哇，还看到一个，还是很先下手为强。剩下两个 PK ，喵喵，你现在怎么了？喵，快杀啊！喵，你也太诚实了吧！你要干嘛？我要先冲框外啊！打架，最后打架啊！他是谁吗？他这么有意思啦！我先下后啊！要干嘛？他捡装捡了100年啊！喵，这太久没玩了，有没有？因为他超单纯。我还想说，你还没反应，赶快跟你讲，先下手为强。我们啦。然后讲完先下手为强，没有，他是往后。哇，你把大家的头都摆出来，哎，这人头人，赶快去。好残忍哦！好残忍哦！快了，快了，好香啊！快乐。坏了，坏人就是他杀了我们，就是他，他报仇，就是这个人，还是这个人呢、欸？你不觉得少了一颗头，少一颗？有了，谢谢，完美，可以，很完美，一堆人头，一个人一个头。人头哭，就是上班那个排那个座位有没有？不是上班，上课，上课。哎、欸，你们老师看不到，他太高了。哦，老师哈基的头太高了啦，老师的身体太高了，看不到啦。哇，你们是怎么恢复的呀？恢复什么？创造，打个指令就恢复了。你现在也是、啊，你也恢复啦，你也是啊。你们是怎么恢复的、啊？好奇怪啊！哇哦。为什么有人是埋在下面的？想伪装是不是？神奇的伪装挖下来了，谁把我挖出来了？全部人在挖你啊！好那我们最后那个个人炸炸炸，个人 TNT 哇，炸炸，个人 TNT 感觉还蛮。这么爱玩 TNT 啊，你很快啊，炸起来很开心哎、欸，不好玩，虽然不会炸，就乱炸，大家压力都很大，你要舒压一下。大家平常压力太大了，见了。嗯，哎、欸，那个嘞，抽奖机嘞。没有，这另外一个、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哦、欸，原本想要问说压力最大的是谁，不是你吗？哦、一天三只哎、欸，啊，一天五只，哇塞，啊、五只一天，哇哦，哇，压力太大，哇哦，要不要玩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东西啊？怎么？怎样？炸鸡吗？每一秒脚底会出现一个 TNT。哦，这个好玩，好啊！哇哦，这个好玩，听起来很要吗？好啊，很棒，会不会超级那个啊？听起来很觉得很容易。那个 TNT 不会爆吧？这不会，应该还是要你自己挥。要倒过才会爆，是不是？就感觉有点导线哦。我是觉得如果会爆，那比较好玩。你说那个火焰？不是你边走，他还会边爆，那你要玩个屁呀、啊！然后第一个爆炸瞬间你就死了。到底要玩什麼？边走边爆，然后无限命这样。嗯，压力没有这么大吧？我先复制哈，复制指令。啊，对，那个指令清楚的，直接开场，啊、开场就那个。他既然对，因为我亲包包就是这样子。对。那、啊、可是他这好像没办法。各自一对，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的话，好像还是二，可是颜色不够。反正炸弹都会炸到别人，没差吧？啊，对啦，好像也是齁。只是一开始就是厮杀这样子。你看，我们分两个人一对啊，对对对，可以分六个人。你不要一秒了，我就藏。两个人一对，先互炸。一个人炸下一队，哎呦，那赶快准备，赶快准备，也可以，
那就变淘汰赛了。来来来，往上叠。所以你知道先把队友给炸死是不是？哦，可以。我再往上跳。可以。我觉得我们去旁边玩沙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有，要先把队友给炸死，才可以去炸别人哦。啊，小雨。可以。来吧，杰克。我走动了。怎么有那个啊？各自的。小雨不要。他既跟影月怎么了？啊，我各自一队，两个都拆开了。对，刚刚他自己有队，所以刚刚没办法分到。这样可以吧？还是他自己调到那个局？啊，我调到局是鱼要红，还是你要红？哎呀 ，OK， 好，你要还是你要红还是绿？都不好，都不好。满心战友 ，Go Go！ 哎，准备，准备。哎，我不是按的吗 ？Go！ 哎，怎么开始爆了？真是一个爆炸性的开场啊！哎呀，好棒哦！没有被清掉了，被清掉了。那我们等哈基弄好，好吗？好，先给，但是要等，等。Sorry，不要，就说等了，就说等了，等哈基，等哈基，直接在树下放一大堆烟火，就炸到爆炸。等，可是那集已经死了，怎么办？那个少见的不管了，对，少见。为什么先磕那集的头？他吃那集的头，对啊，他把那集的头给吃了。我要等人吗？还是等他这样？小心弄好，小心弄好，再30秒，再30秒。好，小雨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先叠吧。哈，居然吗？你刚刚叫了什么声音？啊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真的会升呢！先跑，先跑！会飞起来，会飞起来！有升呢！好可怕！白石头是中环，你找得到吗？不是，我要先炸吗？对啊，要先炸，炸死队友！你都一个人才炸下一队，知道吗？哇，这样子好爆哦！目标是先炸队哦，杰克你跑去哪了？这是各自一队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们两个要先死啊！队友要先炸。不要那么快炸！我先找别杰克来。找到了！队友还没打完，还没打完。先把队友炸死，要先炸死队友啊！那队友已经失踪了，怎么办？你刚刚疯狂的那个，我才跟你讲啊！我们一直都在讲啊！老兵，快去炸他们！快点，你现在可以打所有人。真的吗？过来，可代表什么？他们也没打我。哈哈哈哈哈！都打你，还有队友，你没有了，你可以打他们。哇靠！是我还行。哎，哇！白金蛇，短枪也死。吓死了！哎，等一下啦，我变成膀胱者，还是会反天。膀胱者啦！哎，对，膀胱者。哎，我们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去他们附近。我要在哈基附近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你们可以去诅咒。哇，这个是那个，等一下，这个脸都很可怕。我们是 TNT 小精灵，会产生 TNT 哦。他就看到前面 TNT 会跑出来。好恐怖 ！TNT 小精灵 ，TNT 小精灵，我找不到他精灵哪里啊！不要弄我，不要在水里乱长 TNT 啦！我刚没事啊。如果看到那边有 TNT 跑出来，哎呦喂啊！这你一直跑，要跑去哪？哈基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。哈基 TNT 小精灵在旁边哦。喵！我这里有。哎，要炸到小猪啦！完啦，杰克。这样看着彼此吗？我们可以就叫我阿基基哦。来玩啦，杰克。来啊！你们为什么？嗨起来啊！嗨起来啊！哇，你没事。他受一点点伤而已。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。可恶。我有在努力让你们两个分出高下。好恐怖！好痛！好痛！好痛！喂，有走有走！哎，有火烧到 TNT 了！哇！那也很刺激啊！真的！哇！好像有点啊！明月，等一下，有僵尸！卡！开影院！有什么东西？有僵尸！有僵尸！来啊！
你们在盖盖房子啦！你跟他死了吧，他跑死了吧，月。我这个，请问你开始了吧？哎、欸，你是要炸过来哦？你自己炸死自己？你问啊？这根本是导线吧？哦、对啊，导线好难画。我要在你附近放满一堆。阿吉，阿吉，你有要过来啊？哇，你天地啊！怎么感受到天地啊？小精灵啊！你后面是天飞啊？小精灵啊！你后面有三只哦。你后面有三只天地哦。你踩一个会额外加三哦。加三。哇！前面爆炸！前面爆炸！我想要打个头戴在我们头上，我今天。哇！我想要都没看到人。非常危险的。精灵在空中的小雨跟丫丫要先解决啊，还有没有他跟那个酱油？炸不死队友。我觉得小雨他们比较好玩、欸。对啊，我们先找我们让小雨跟丫丫。对啊，你们要先帮他们分出胜负。小精灵不要再帮你，看不到酱油在哪。现在队伍有两个人，可能我们小精灵就跟着他好了。对对对，好好好好。可是我不左键啊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啊，找不到人。哎、欸，这炸弹是卡在树里头，被砍到哎、欸！天地小精灵卡别人头哎、欸！卡他头，卡他头！这是你卡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帮你照路，跟喵花根本就分开很远、欸。小心帮你照路，小心帮你照路。附身在人家 TP 啊！还是帮你们 TP？ 对啊。小雨，小雨最危险了！小雨危险了！哇、喔，我这个。小雨，这个很危险哦！啊、小雨，我要死了！小雨死了！他跟酱油，我后面一堆小精灵在空中。那个酱油，你去喵他旁边哦、啊，你们两个先不要动哦。越来越多了吧？我在你旁边布阵了，我在你旁边。酱油喵他不要动哦。小精灵的啊，好，你们三二一 ，go go go！ 快打，左键，你们感受到小精灵的力量。快跑！面包啦！哇，喵他自己好远哦，自己。哇塞！这里哦！哇！瞬间就分享，瞬间你们该互打了，三伤太可怕了，三伤，你想砍我头啊？被自己脚下的给炸死！我刚你啊！我我只是想要炸颗苹果。阿进，小精灵，这个世界，来了，小精灵，帮你铺路啊！妈妈跟过来了，帮你铺路啊！小精灵在旁边超恶心哎，好可怕！阿基，我只是想吃苹果，阿基。这样子，哇，你这边好多啊！阿基，可不可以左键一下？阿基，左键一下，你要游去哪？自动升大大系魔法，你前面都是天地啊！阿基，你有好多小卡了，你刚卡了一下，阿基。哇塞，这里的这里太壮观了！喵哈，快来找阿基玩啊！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已经找到别人的遗址了，直接传送就好了，直接传送他。哎呀！把所有人传到还没死啊？喵还没死啊？喵还没死啊？把所有人传到哈基旁边吗？要这么刺激吗？喵哈真的超远的，喵哈是另外一边。哈基旁边超恶心的，都有炸弹一大堆，对啊，一直升啊，一直升。那么传到一个水里哦。好。好，传到一个水里哦，全体哦，你们自己注意哦。水都 TNT。三，一，走。要爆炸了！那水里的，水里的，没事。杨那里是边界，杨那里边界。我看到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不会，赶快让谁点一颗痕迹？谁点一颗上面就刺激了。谁来点的？哦，有人点了，点了，有人引爆喽！完了，来了，引爆了！打鸡血鱼的。海贼帽，不行，太无敌了！哎、欸，你飞好高哦！太高了，太夸张了！好好玩啊！好恐怖，太夸张！我觉得小精灵好恐怖，最强的就是小精灵了，大自然的力量，吓死！真的，十元多小精灵，哇！太棒！我只是想要炸一个苹果，就整个森林就没了。我扫到，好可怕、
好啦，休息了，下次可以再来。好啦，大家啦，精灵之力啊，太可怕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这一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有喜欢今天的 UHG 欢乐赛啦！大家要小心大自然的反扑力量 ，TNT 小精灵随时伴随在你左右。喜欢今天这部影片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哦！咱们下回再会啦，拜拜。